落大雨了，希望暂时会休息一下先。虽然现场落雨了，但是现场的观众还是无离开过我人哦。华语台卡拉来到八三湾，八三人就爱支持南部。我会等这华语台吗？落干大雨啊，我再等。我暑假华语台卡拉，我暑假听。我早起八点就来了，无只本来看。我是华语台的忠实粉丝。我觉得华语台的卡拉很好看，因为费比跟健身主持的很不错。我也十分欢迎来卡拉，所以我托一家口来看。感谢巴桑的朋友对我人华语台卡拉的支持，我人承诺会把节目如做如好回馈大家。